这位姐姐在做测试。测试吗？检测，检测。痛不痛啊？不痛，大人。这很难受吗？很难受。擦鼻子就可以了。打了疫苗没有？去打疫苗。打过疫苗也得试。我打过了。打过也得试。哦。那打过就不用了。人家都是难受，你痒。打过了，去家庭医生测那个抗体，就知道了。到家庭医生那也能测。对，这个测不了抗体啊。这不是马上就出结果了？马上出结果了。出温。哦。没事，你可以走了。这都本来就没有事，有事来就做账，您试试吧。废话，你没事我看你，你有事我也管。你检测不准。我让你到没事，我绝对不会有事。你拿起鼻子。我没鼻子。你好歹往外行，硬行一点。马上走。15分钟。电话号码给那15分钟就出来了，报告。参加海军了吗？你把那当兵了，要不去当兵了。